你好，我是华莱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请讲。对。怎么搞嘞？啊。我们一下被人抢劫了，有天车，这是来抢抢劫的人。你们一场在什么地方呀？西马地。现在那些人还在吗？在呗，现在在呗。啊，行，您稍等，我们立刻过去。哎，过来了啊。哎，好，再见。发现是，在顺达煤站这个里面有几十名群众开着铲车，啊，这个哄抢这个煤站的煤。咋回事？煤厂啊，我他妈没来，我都没听到了。你呢？啊，没到来，我不来，我弄，我就搁这搁这进不来，我从哪儿弄？不是何老师来着？啊，老师那也是在。当时。就是接到报警，并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是先控制场面，先控制场面，然后再进行调查。挂爷咋的？2013年7月5日傍晚，毗邻北京市的河北怀来下八里镇的顺达煤站，突然涌进了一群人，直扑储煤厂的煤堆。当时到现场以后，我们并不清楚，然后在这个制止这个群众的这种过激行为以后。我们对一些这个群众进行了调查了解，煤老板跑了，协管潜逃了，他们是为了挽回损失，来抢煤。给这个煤站供煤的啊，这个经销户，以及啊为煤站服务的这些工程车的车主。我想两天工夫至于的呀，但是我今儿。就犯了嘀咕了，也就犯了嘀咕了，说别跑了，我说是要不可能跑。经了解，之所以出现这一幕，是因为煤站的老板，也就是顺达工贸有限公司的经理韩贵军及其家人突然携款失踪。曾在公司出资入股的人们闻讯后，一起冲向这里。一般吸纳的就是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几百万元不等。也涉及到几家银行借贷，还有高额的这个贷款也都有。此时，警方正式接到怀来县双乐商贸有限公司报案，称韩贵军在骗取其1400余万元煤款后失踪。随后又有93人陆续向警方报案，均称韩贵军诈骗。经初步审定，涉案金额达2亿元人民币之多。我发现是2个多月，我们都惊呆了。在怀来这个申办的经济案件当中，这是最大的，数额最大的。2个多月，我们都想象不到究竟有多少钱。因为这个案件这个影响非常大，引起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因素。涉嫌诈骗的金额高达2亿多元，不要说在一个小县城成为了惊天大案，就是放在全国的经济案件中，也是十分令人震惊的。警方迅速成立了705特大诈骗案专案组。涉案金额巨大，加之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诈骗之后选择潜逃，这说明嫌疑人韩贵军在事前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这也就预示着案件的侦破难度大大升高。警方要如何寻找案件的突破口？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亿万富翁携家人突然失踪，平定县城引起轩然大波。我发现是2个多月，我们都惊呆了。机场垃圾桶内发现6部高档手机，犯罪上能力特别强。一条虚假信息又在掩饰什么？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夜幕下，出租车紧张出行，神秘家庭又将出逃。一线正在播出《消失的一家人》。经查，
与韩桂军一起出逃的有他的妻子、儿子以及儿子的女朋友，这四个人究竟逃到了哪里？由于韩桂军经商多年，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再加上逃跑前储备了充足的资金，显然经过精心策划，要想发现其踪迹会非常困难。制定抓捕韩桂军的方向，我们专案组也经过研究，也是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有认为他是跑到了沿海的城市，潇洒的度过后半生去了，还有人觉得他跑到了一些边远的城市。经过反复研究与判断，多数办案人员认为，由于韩桂军患有糖尿病，经常去北京顺义区某医院治疗，这是一条可以利用的线索，而且喜欢用中医治疗糖尿病这个特点，我们也是开拓思路。于是专案组协调当地警方，在他经常去的北京顺义区某医院附近的主要街道边租赁了一处门脸房，聘请一位专业医师，是广告希望能够吸引韩桂军能来到这家门诊里面来开中药治病。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尽管日夜坚守，侦查员却始终没有发现韩桂军。难道他已经逃到更远的地方？果然，一条韩桂军可能潜逃出国的信息传来。这条线索的来源是，他的儿子韩阳在逃跑前无意中透露，全家人要出国，要去一个有考拉的地方。调查发现，韩桂军的儿子韩阳在案发后确实在机场出现过，而机场派出所民警也向专案组提供了一条线索。机场保洁人员在垃圾桶内发现了6部高档手机，确认为韩桂军及其家人的。他说是7月30日凌晨从这个北京这个32号电楼捡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手机？一个苹果。这个手机里头有卡，有费吗？有，大约费应该在8000多吧。6部高档手机含有高额话费，不遇到特殊情况不会抛弃。由此推断，韩桂军很有可能逃向国外。可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民警又产生了怀疑。马上赶到这个民航总局机场公安分局、北京刑侦总队，在这几家单位的配合下，我们对案发前一日、当日、后一日所有的班机的登机旅客身份进行了逐一的核查，并且对出境人员这些头像进行了逐一的扫描，没有发现韩桂军、韩阳以及他们家人出境或者出国的这种可能性，说明这个韩桂军这个反侦查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当时我们觉得抓韩桂军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原来这是韩桂军使用的障眼法，也是在机场使用手机给公安和其他人员造成登机出国的假象，另就是将手机开着扔掉，破坏和干扰警方的视线。这种反侦查的一个伎俩被我们识破了，所以我们更深层次的去分析目前获取的线索把不能低估韩桂军的这种反侦查经验把它当成一个非常难对付的对手。虽然可以肯定韩桂军并没有逃往国外，可他到底藏身何处？专案组再次失去了线索。但是我们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也这个根据我们这个是那个所查的线索来逐步的推断，逐步的否定，最后捞出真实的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果不其然，在这次对所有信息的筛选中，一条在北京顺义区租房的线索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这说明以前的方向并没有错，韩桂军没有跑远，他就在北京。韩桂军在逃跑前的一个月一直在北京顺义区活动我们这个核查了所有的住店系统没有发现他住店的迹象，所以我们敢于肯定他在北京有一处出租房。韩桂军租房在北京顺义的某一小区，民警立即对该小区的8000余住户进行逐一摸排，
没有发现以韩贵军或其家人名义登记的出租屋，但有一户以怀来县土木镇的张长利这个名字租住了一套大面积楼房，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秘密地找到了这名张某这个村民，这村民称认识韩国军，而且在一年前把身份证借给了韩国军，韩国军一直没有归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住处就是韩国军啊用他人名义登记的一个出租房屋，是就是他在北京的藏匿地。专案组认定该出租屋应该就是韩贵军在北京藏匿窝点，立即进行了暗中侦查，但经蹲守发现此处早已无人居住，屋内只留有部分衣物，韩贵军及其家人何时离开这里，是怎样离开的，现在逃向了何方呢？空空如也的出租屋让好不容易出现的线索再次中断，随后警方以这个小区为中心对周边的地区进行了细致的侦查，但是依然没有找到韩贵军的任何信息。在机场扔掉手机误导警方，随后逃离了出租屋，致使警方扑了个空。可以说韩贵军一家人的反侦查意识的确很强，不过在看似杂乱无序的线索中，警方还是发现了对方的踪迹，新一轮的搜寻随即展开。人去楼空，一家人究竟逃向何方？百密一疏，电梯监控提供重要线索。夜幕下车辆狂奔，千里之外初露端倪，一线正在播出消失的一家人。民警围绕韩贵军等人在北京曾经藏匿的单元楼开展侦查工作，在查看电梯监控时发现了重要线索。凌晨3:40左右韩贵军、韩阳他们一家人四人拎着皮箱乘坐该电梯下到了咱们这个一楼，然后不知去向。我们认为这个点儿就是他的逃跑时间，确定了韩贵军及其家人逃跑的时间。随即民警调取小区附近的监控录像，在小区大门附近民警有了重大发现。发现有一辆出租车带着他们离开了，所以说找到这辆出租车，我们很有可能就知道了韩贵军和其家人的去处。所以我们根据这种情况，对顺义区特别是在这个小区周边活动的这个出租车进行了逐一的检查。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一地区的正规出租车以及所有黑车进行了调查，终于一名黑出租车司机向民警反映，一天凌晨却有一家四口人在该小区门口打过他的车。经过对嫌疑人照片的辨认，司机确认当天乘车的正是韩贵军一家。韩贵军的儿子韩阳在案发时的前几天经常乘坐他的出租车，与其建立了关系，并于7月2号上午跟这名司机约定全家人要出门谈好了价钱是3000块钱，希望他把他们拉到呼和浩特，而且说好了半夜来接。据出租车司机反映，乘车当天韩贵军一家还没等开到呼和浩特市，就突然让司机停车，付了3000元车费后另即返回。根据这一线索，办案民警调取了沿途收费站录像和治安卡口信息，核对司机当日收费小票，证实司机反映的事情属实，韩贵军等人已经逃窜到内蒙古。我们经过对韩贵军一家人的社会关系的了解发现他在这个内蒙这个社会关系非常少。民警调查发现，在整个内蒙古，韩贵军只有一个远房亲戚。既然千里迢迢逃到这里，韩贵军会不会投奔此人呢？韩贵军妻子邵玉萍在包头市达茂旗有一个外甥姓柴在当地那个某个部门上班，柴的媳妇儿住在土木村，两地分居。经过对柴国军的调查，民警感觉其行为很异常。首先，他
他在内蒙古达茂旗百灵庙镇一居民小区单元楼内办理了一项宽带上网业务，但他本人并不在此居住。不久后，柴国军突然更换了手机号码。2013年8月上旬，柴国军又购买了一辆越野轿车，但经过了解，他并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感觉柴国军一家藏匿在达茂旗这个小区，以柴某为掩护，购买车辆，安装宽带入户，以供韩阳和他的女朋友使用。韩贵军潜逃到内蒙古包头市的达茂旗已无可置疑。达茂旗位于包头市以北180公里，距离中蒙边界只有几十公里。韩贵军选择此处落脚，很有可能是为了防备万一，随时逃往境外。所以我们下一步的主攻方向就围绕在这个单元楼开始了侦查。10月29号下午5点多钟，天刚黑，天气非常的冷。此时已是10月，深秋的草原晚上温度已降至0度左右。为了不打草惊蛇，侦查员并没有贸然走进达茂旗，因为在这只有几万人的边境小县城，行动一旦被察觉，韩贵军很有可能再次潜逃。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每次在达茂旗侦查都是晚间进行，第二天早上便悄然离开。利用这个非常有优势这个时间段，外面很黑，屋里很亮，有很意外的收获。我们发现屋里面有4人在打麻将，其中一人的相貌特征，与韩阳的女朋友李曼非常吻合。经过几天的侦查，他们终于掌握了韩国军的确切住处。在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抓捕方案后，10月29日傍晚，专案组决定马上收网。都收拾了？没有，你这那啥都会走，我拿裤子收拾。你看黑那那人都会。我再回去。那扔个车上去。车上去。关了。钱在哪儿了？钱在哪个箱子里面？哪个箱子里面？你给指指了，你给丢。你家箱子都有？对呀、哎，你过来，你坐这儿。在屋内，我们顺利抓获了韩贵军、韩阳，以及这个邵玉平和李曼。我是穿了，我刚才你不出去吗？先给他一摞一摞先。多少钱这是？有数没有？没有数。钱这是啥子？还是哪个他那箱也有？我们也对他们这个屋里面进行了搜查，在一只黑色的皮箱里面，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大量的金银首饰。还有别的屋里有没有？没有。还有那屋有没有？没有。有没有？住没？没有。大娟，我住嘞。
你身体怎么样？这人好多了，比在外头强多了。当时我父亲也没商量，就说就是他就是，然后他直接就跟我说是，然后说去内蒙。嗯，对，当时说是。内蒙有矿，他没给你解释。就是多，就是说这个那个高利贷嘛，高利贷的。嗯。就是说，然后他说，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然后就是他高利贷肯定要找到我。嗯。然后对。然后我当时挺害怕也。我说我有好多好多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嗯。我说以后你可能。以后你要知道，我说你别恨我。哇，这一身泥巴。嗯，你。哟，我的天啊！嗯。嗯。这名嫌疑人就是涉案金额高达2亿元的韩贵军。当初他带着家人出逃时，并没有说出实情，而是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躲避高利贷债主的追讨。直到被警方抓获，韩贵军的家人才如梦初醒。但事实是无情的，尽管韩贵军的儿子对于父亲涉嫌诈骗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没有参与过，但是他毕竟在韩贵军的指使下曾经制造过种种的假象来干扰民警办案，因此他也要面临刑事处罚。又气又恨的儿子很想知道父亲到底做了什么事，为什么要仓皇出逃。曾经亿万富豪因何涉案2亿元？从身患重病的老人到多年合作伙伴，黑手频频伸出。一线正在播出《消失的一家人》。心理差距大，特别的大。嗯嗯。从一个曾经一年纳税几千万的煤站大老板，别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到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韩贵军无比痛悔，恍若隔世。韩贵军在河北省怀来县曾是大名鼎鼎，由于在家族中排行老十，所以当地人常称他为韩老十。这个70后的土木镇的农民兼资聪颖，30多岁时凭着灵敏的嗅觉准确抓住了发财致富的2根纤绳，一根是煤炭，另一根则是山西和内蒙古煤炭进京的必经之地京藏公路怀来段。当时我们这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交易市场。哇，都是来自哪儿的？销往哪儿去？都是来自内蒙呀、山西呀，嗯，都是销往京津这一带的，天津、北京，还有这个山东这一带的。依托巨型的煤炭交易市场，原本种地的韩贵军做起了煤炭生意。起初，他只是和人合作经营一家很小的煤站。2001年到2003年的时候。嗯，我们是合伙3个人一块开的煤站。嗯，当时干了1年以后吧，我们挣了点钱。嗯，挣了多少钱？当时挣了有100多万。韩贵军说，起初创业时很是辛苦，白天自己开着一辆摩托车四处跑业务，晚上因为工作睡得很晚。韩贵军的辛苦没有白付出，随之财源滚滚而来。1年成立的公司。嗯。成立什么公司？成立这个那个顺达工贸有限公司，主营是批发零售煤炭。有了在泛煤行业掘得的这第一桶金，他便开始了产业的高速扩张。几年下来，他由一家煤站迅速增加到5家，可以说在短短的时间内，他的煤炭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一跃成为当地煤炭行业赫赫有名的煤老板。这种情况当时挺好，当时，当时的利润呀，在2010年的时候，纯利润就能达到个几千万了，也就。2007年，韩贵军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开始经营房地产、餐饮业等其他产业，从而创造出他富甲一方的大老板的神话。有了如此声望，随着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追逐发财梦的人尾随着纷纭而至。当时就想那个投资房地产，嗯，
当时在我们县中心的位置上，我相中了一块地，当时想投资个跟别人合伙吧，跟我唐山一个朋友想合伙投资1亿多搞一个那个综合商业楼。2010年，韩桂军的资产已经达到2亿多，虽说他经营多个项目，但由于只有初中文化，同时对其他行业不熟，大多都是亏本。12年下半年的时候，一下子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感觉特别不好。什么原因？就是在这个从这个煤炭，从这个煤炭当时电厂的钱也结不回来，这个从这个煤炭存的量大了，囤了将近1亿多块钱的煤，然后在这个社会形势影响下吧，突然这个煤老价闹得很厉害，他就为了回笼资金，就是以低价开始出售所有自己的煤。近2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转型，能源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以及环境的治理，煤炭便失去了它被过分依赖的主角地位。及市场的波动起伏，引发了靠煤炭行业吃饭的人的一系列危机。在这支大军中，韩桂军便是其中之一。没想到一下子这个市场上这煤炭，这个掉价掉得这么厉害，一下子出现这个资金断裂了。没有想过其他的一种方式改变它呀？当时一下出现这种情况吧，我当时老想着还把这个企业搞活，就是老想着搁各个地方吧，那个去找资金。在赔钱的情况下，他开始出煤，每一笔生意基本都是在赔钱的感觉。这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嘛，是吧？对，他是这样，就是属于他这种雪球是越滚越大，他的债是越积越多。我就感觉我扛过半年去就行了，或者扛过一年去就行了，就能缓过来这种状态，贷多少钱？后来就开始用上这个高利贷了，就那个社会上的钱。由于煤炭价格的下挫，他的煤站开始出现亏损，由高息吸纳而来的资金链条出现了周转困难，然而他却束手无策，非但没有果断采取措施转变经营方式或另寻其他转型出路，反而却依靠这几年来建立起来的信誉，以高利息为诱饵，大量骗取社会上意向投资人的资金，以拆东补西维持经营。刚开始吸收怎么给吸收的？我最初的时候吧，就像这个小户的，像这个几十万，就是几十万那个，当时都是我们那个村或者亲戚啊朋友啊，都是乐意把钱放在这儿的。他为什么乐意跟把这个钱放在这儿？因为我给他们的这个利润吧，应该要比他们这个放银行的利息要高一点。每年的是多少？20厘嘛。2万块钱就是2000。一时就给了你那个钱吧？那时候给了。也没有什么担心的。没有，也没有担心的。就是最后这一年他出现问题了。眼前的这位老人便是被韩桂军诈骗的受害人之一。他说，刚开始在韩桂军的公司放了3万元，一年下来得利息几千块钱，觉得利益较大，后来再放了6万元，可是现在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你看我现在脸是红的啊，是高血压、颈椎、前列腺，我最要命的是有个一次骨折治好以后，最近就是前年我得了个胰腺。这个钱也就是说等于救命钱呗。救命钱，为啥我就算着了急了？把养老的钱全部投给韩桂军的公司，分文没拿回来，如今身体患有重病，没钱治疗了。我70多了，就是这2000，没有别的。我是无业人，我也没有徒弟，我是居民户，没有工作，就靠在他那打工赚这2000。如果说眼前的这位老人被骗得可怜，而韩桂军的合作伙伴被他再次骗走1000多万，更是令人气愤。现在把别的都算清了，他欠我150来万块钱。这位便是与韩桂军经营煤炭的合伙人，他说，
两人一块儿往某家电厂送煤，结账时韩桂军悄悄将钱拿走，而今给自己造成很大损失。有意识的骗钱，嗯，性质严重，嗯，不过我也是造成了怀来县，嗯，应该说间接的、直接的100多家，多，嗯，也许我的钱是最多的，嗯，但是呢，它造成的影响不只是三户、五户、十户、八户，恶劣性质。目前经过咱们侦查，他涉嫌的罪名有诈骗，有合同诈骗，有信用卡诈骗，还有有价证券诈骗。目前现在是这几个罪名。韩桂军在后期经营期间，为了弥补资金不足，不但贷高利贷、高息吸收民间资金，还从银行骗取巨额贷款。啊，在贷款过程中，因为他的资质，啊，因为他的这个煤炭的存储量的原因，他不足以贷到足额的啊资金，以这种方式啊骗取了啊银行的信任，啊贷上了款。其中银行贷款跟他有关系的，应该在将近1亿，然后是个人借款是8-9千万，就是包括欠个人的煤款呀、借款8-9千万。2013年7月3日，当韩桂军实在难以维系下去时，他便选择了36计走为上计，从而一夜之间销声匿迹，逃之夭夭。这希望破灭了。啊。当时我要是，我7月3号早晨我走的。多两天。对，多两天。嗯。他说是。哦，那他这么说你怎么想啊？我想根本不可能，我想我查就会出现这种事儿，我想就不可能。啊。嗯。因为说他一直都是处于那个报喜不报忧那种状态，我就不知道这些情况。后来他跟我说，我一下都炸了，我都觉得不可能都。韩桂军的妻子说自己从来不过问丈夫的公司情况，并不知情公司的亏空，出逃时只是听丈夫说为了躲避高利贷公司的追债。走吧丈夫，跟我走吧。这还要去做了？没有人啊？啊，这个，这条在车上待着吧。咱们民警找了你们以后，你心里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啊，这个明白了。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呢？感觉，哎，这样也好，挺踏实的。嗯。啊。比我怎么说吧，就是反正不用说是在场上多多了，就这个。我媳妇儿有好多的事都不知道。嗯。我感觉特别对不起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有钱的时候，我们的家人吧、朋友，跟我特别近的都以我为荣。嗯。你想，我这一下子成了这种状况了。嗯。骗人家这么多钱。嗯。这一下子。我感觉是给家人呀、那个亲戚呀、还有朋友呀带来了特别不好的这种状况，给社会也带来了特别不好的这种状况。我现在就想好好的去配合这个公安机关，把我善后的事儿都是好好的处理好，想尽一切办法多挽回点儿。找回点钱来。现在咱们专案组的中心工作呢，第一是侦查取证，为这个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提供所有的证据和依据。最主要是工作呢，就是追赃，为咱们受害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这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就这起特大的诈骗案而言，如果说抓捕韩桂军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案件后期的处理工作那就更是难上加难。目前案件的专案组成员已经奔赴全国各地，只要是跟韩桂军有关的经营以及债务问题，民警们都要予以处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